Welcome to Tutor Li Weekly News.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李老师每周新闻。印度卫生部11日公布的新冠肺炎疫情数据显示，截至当天上午，印度累计确诊病例突破700万例，达到705万3806例。累计死亡108334例，印度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累计确诊病例数超过700万例的国家。澳大利亚一家机构的最新研究显示，在实验室环境中，新冠病毒可以在钞票、手机屏幕和不锈钢等物体的表面上保持感染能力28天。英国广播公司 BBC 12日称，这一结果表明新冠病毒的存活时间可能比想象的长得多。不过该研究也被一些学者质疑，与现实情况相距甚远，可能会引起公众不必要的恐慌。That's all for today, and see you next time.